来到迷你 Motorway，随便讲的，都是帮各大城市设计网路网的游戏，点击任何一个地方进入描绘模式，再手指移动建造道路。哦，建造道路，移除模式是可以直接删除，删除所有道路，再次点击缩小。是帮这个城镇移到这个城镇是吗？嗯？途经代表汽车想通往这个目的地。哦，就可以建造道路，收集越多途经得分越高。别的地方吗？通往这边，所以这边不能够有。很多车车想通往大城市，你可以更改房屋的方向。对，等一下哦。大概懂了。所以他们不能屋子对屋子，只能够。完全蛮疗愈的。描绘或删除模式下，你可以用两根手指移动地图。好了，这样呢？然后房子要出来给我建造吗？不能放贷。每周结束时，你可以从两组分级中选一个。桥梁、红绿灯，选择这分级可以获得桥梁和路砖。道路划过水面，即可建造桥梁并连接房屋。原来如此。现在地图还小小的。直接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子。如果你不太能分辨颜色，可以使用色盲模式帮助你。你可以在选择页面中找到并制定颜色，知道可以色盲模式否？色盲模式，也太贴心了吧，这个游戏。路砖用完了，请移除。解锁不需要路砖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切除路砖？应该说要怎么样才能节省？等我一下。这升级没有，不是要升级。那还可以再有一个路砖。
但是我确实要写死我的路砖了。等一下哦，感觉可以这样，这样就可以做什么？啥意思？放置就可以控制车流。等一下，哪边需要控制车流？需要的吧，这边超混乱的。到哪边？这也很需要，这也很混乱。好像还有一个吧，哦，有了。这边，它好像也是只能用直线。可以这样这么斜哦，斜得过去。那它可以这样吗？它不能这样，它只能这样。看一下，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啊。它哪边没有照顾到的呢？高速公路到一般道路上作为高速公路的起点。高速公路，我要放哪里？高速公路，这放哪里？我超级困惑。这里，移动图标并将高速公路尾端放置在。尾端，等一下，哦，不行，那个高速公路做得太烂了。等一下，这不能做高速公路。对，哪边要做高速公路？这一段。快速的，不是啊，快速的前进。哇，那边车流量太大了。哇，继续，还有什么要我主要对你？来观察一下那个高速公路的情况，我觉得我高速公路建的没有很好呢。有一种怎么会这样建的感觉？嘟嘟嘟嘟，红绿灯是不是应该换建？我觉得我的城市的交通大堵塞。噔噔噔。他也没办法往这边，那他只能往这里，他只能往这嘞，还是这样子，好像可以。哦，另一边，另一个，最用最少的圆环，最少的一二。造成交通大堵塞，最少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同时到这，这样呢，将圆环拖一至交叉路口或道路，同样可以帮助疏导车流，减少拥塞道路中。等一下，不是这里，
圆环这边吗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这里，这边车超多的，然后又有红绿灯，交通超乱的，真的不知道这红绿灯。我看一下哦，把红绿灯移走好了。不然超乱的，因为它大塞车。把红绿灯移走，然后超级大塞车哎，有可能放在这边正确的吗？当图钉过度累积某个自食器将会出现，过度累积于某个目的地。哦，是指太多人要来吗？我的高速公路应该要往，应该现在比较，如果人有过多，这游戏就会结束。哇靠！他开始给一些比较令人困难的，将新房屋连接起来，他们就会在时间到了之前帮忙收集土地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邻居要互相帮忙的意思吗？我要把高速公路设在别的地方。高速公路太令人困扰了。高速公路我要设在……等一下，不是啦，高速公路不是要在这里，移动一下。不是不是，高速公路不在这里，高速公路要在这里。这里，它这样才有，还有就是快速的。道理嘛，但是要设在这吗？设这好了，这边这样超快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优化我的道路设施。哦，这什么奇怪的？等一下，奇怪的道路。呀，这边，这里。谁没有连接到吗？我的红绿灯，我想一下，我要设在哪？你看红红的，过去超快的。看一下红绿灯设在这里好了。车流量超大的。看一下，观察一下我的车的情况。这边适合吗？选择本周的升级桥梁跟高速公路。桥梁吧，我觉得桥梁应该要再建一个在这里。点击时钟可以选择暂停游玩快转按钮。桥梁我觉得应该要，哇，这边不行哦。但确实需要有一个桥梁吧，就是第二条道路。我想一下哦，这样呢？这也太一个独大了吧？我两座桥给你们，太奇怪了吧？两个桥在同一个地方，他可以移过来吗？他不行哎，他是死的哎，他是大家都听他的人。在这里，他怎么他人在这边，我要怎么？噔噔噔噔，这样会交通堵塞吧？可是好像也只能这样。这里还有个，看一下哦。车都卡着哎，连车车过不去哎，大家都抢着要走这个。对啊，那边车车都让我把这一条去掉，然后。
把它进到这里，然后这一条进到这里，那就变成一个圆环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哦，突然很多哎，你在这里，哦，你在这里，等一下啊。自己疏通一线是可以的吗？不行，他们不能这样疏通一线。所以我没有，有点困扰耶。他自己一个人，那我这边就是势必就要改一些方法。这里，这有办法吗？这样就剩五个。这有办法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有办法吗？这里呢？看一下，这样。这里呢？那就可以省一下我的。省一些我的建造的费用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这样差不多建怪怪的。那这里呢？这样，这样它车流来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。改了一下我的道路规划，我的就变很多了。等一下哦，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看一下怎么让你们连接起来。你这样子超怪的，等一下又没有了。这样子，好，滑，等一下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可以规划的，那我看看，把车子这样子呢，再把它删掉。各自一个圈圈的，它可以感觉你可以，感觉你们这边可以这样子，好像不行，我错了，但是，高速公路就比较多，往这边移，这里，这样可以省一些。突然超多哎！等一下哦，这里，然后这样，看一下，这样，它这边就可以省一个，这样你们这边就可以省一个。省的方法，共省道路。神路达人可以改掉，然后就可以有两个，上面这边应该就可以有救了，就可以让它连过来。神路达人，好，哇，还有这边啊，等一下，我想要，不是，要看一下我的规划。完成700趟旅游，结束教学。红绿灯跟圆环，
红绿灯好了。哦，还有桥梁跟圆环桥梁。哦，红绿灯很需要耶。有一个地方超级大堵塞，就好像这边吧。哦，我改了一下交通号就好了，好了一些。这边吧，红绿灯这里，这里蛮需要。然后高速公路跟红绿灯，高速公路已完成交程。地图了解开始对世界，啊，我这才是刚开始而已嘛。为了庆祝我们命新增的三张元，还有一个新鲜火车选项。好哟。跳过转场，如果你觉得单转可以随时关闭它。哦，它这个游戏超贴心的，各种贴心。10周年，绿灯。哦，这是我的那个上次游玩的记录。洛杉矶、北京、东京、伦敦、孟买。洛杉矶，经典无尽挑战。我看一下是怎样游玩，等一下玩。